你还敢发气功？你还敢？对呀！来嘛！哎，我还下毒手呢！这键盘不行啊，这键盘会帮我出啊！哎，哎，不敢动，哼，虽然我是键盘，我还是知道你不敢动啊！哎呀，不敢动啊！洛克棒雷可应该就比较不会那么凹了。跳了吗？啊，不会跳。那你跳啥小？八气功，八气功不发，六六，退个康。八气功，退个康，哎，解摔了。那你居然不解？来啦！你还敢八气功？你还敢？对呀！优罗插合 is better。嗯，哎呀，还好嘛，这插盒我觉得那基本功啊，我觉得基本尝试啊，这个应该有玩快打的都看得到啊。我知道你要中断，你他妈太远了，卡林脚太烂，这样我觉得算我赢吧。我看到中断我挡住了，然后我要确反，这是脚太短了，我觉得这个是角色问题啊。但洛克棒这样还敢赢，真的很过分。角色问题真的没法的。有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的指法，我的指法！哎呀，哎，我还中手的！哎，还我一个连战，还我一个连战！看你俩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用这个键盘打过键盘，看他那个键位跟我上个用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靠呗。他的键位跟我上一个用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的慢呢，我就知道。哎呦，我天虎，哎有了，哎呀，用键盘虽然失误一开始有点多，但是总归我们还是强的，没问题啊。哎呀。键盘习惯一下就没问题啦。哎呀，这种东西，我感觉我是用键盘打比赛好了，不然赢的不好意思，真的，赢的会不好意思。感觉我用键盘打比赛就好啦，稍微给后面点让步啊，让步赛。纳尼？吼吼！哎，有啦，延迟康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呀，我会防凹的。你还敢吼吼啊？还挡错边了，凹你啊，不敢动，凹啥小发了，不行，哎呀，忘记他是啃啦，插盒，插，跳屁啊。起来啊！反应慢了，插盒！哎呀，这个手，我觉得角色太烂了。要是我是陆克，早就插到了。凹你，骗你的！哎，还要跳了，还要跳了！我拍个照怎么样？哒哒哒哒哒！我要摔的，其实不敢凹，不敢凹，凹了我吃屎！不敢凹！还要暴毙了！我对空啊！我下重手，你不要出！你敢不敢？不要出绝招，你敢不敢？哈，可以，他敢，可以，他发气功了吗？要跳了吗？气功或跳，他不跳我就过去了，不跳我就过去了，哼，多斯达，跳嘛，来吧，插合你啊啊！血量，跳屁呀、啊！我还下重手呢。我还下重手了，他变成 B 闪，干你娘！不是啊，这个键盘跟我之前用的不一样，那个键位有一点点差别。
那剑位有一点点差别，我还下重手的，玩到旁边那一颗啊，我的天地啊，这样算我赢啊，干多少伤真的，这样算我赢啊，这样算我赢啊，不是啊，我按到旁边那一颗啊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，我的，哎呦呀，跳杀小，你刚刚这样已经死啦。来，先 V 盘你，退个康，他必定会解的。你看，哼，凹一下，不敢动。纳尼，我是点摔啊！哎呦喂啊，我的那个摔按慢了，不敢动。我、哦、延迟动一下，打到了，哎，看到没？一切照我所想的，他不敢凹了，我吃屎。他不敢凹的，凹了我吃屎。纳尼，我左位摔啊！哎呦，我的摔变慢了，用键盘就变慢了。我凹一下怎么样？我凹一下怎么样？我凹哦，骗你的，洗在下中脚。哎呀！我就觉得阿胖会偷听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他会偷听的。哎呀，直接打他一个，打他一个想防凹对空，凹你骗你的，哼！哎，哎呦，防凹跳屁，哎，解摔了，凹一下，看我刚本想凹的，我刚本想凹的，哎呦，哎，没按好，先反他，凹你一下，哼，不敢凹的，延迟一下。他又要延迟动了，凹你一下骗你的，哼，多谢啦！键盘你就招架不住了吗 ？Rock 胖哟 ，Rock 胖哟，哎呀 ，Rock 胖哟，键盘打没得死呢，嗯，好了，我感觉用键盘打刚刚好，真的，我感觉打冠军赛也差不多的样子。我要是用摇杆的话，对面一看就知道是优罗冠军了，这样不好玩。我们用键盘稍微让步一下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优罗今天怎么啦？”哦，要用键盘啊，拿个第二名 OK 啦。动动，吼吼，插盒插，哎呦，这个插盒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东西，对空啊，不敢动，他发激光了，凹你一下，哼，来了，哎、欸，我暴毙啊，干你娘！一凡没有。哦，漂亮啊！我应该要延迟一下的。抹了他，这个被他摔也不会死。不敢动，发气功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稳啊，这么稳啊，靠北回位去了，是不是？这么稳啊，花三颗气包给杀了、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赚了三颗气啊，我们赚了三颗气啊，呆就不得死。还敢防凹？居然没有防！我刚前面凹那么多次，你居然不防？要跳了吧？要气功了吧？要跳了吧？气功了吧？干！我刚好六六。哎呦，没对空哎、欸，完了！洛克炮好像真的很久没玩了，刚那个跳居然没对空。哎呦，干！嘿，咚咚咚咚，你还敢后后啊？逼凡居然没有延迟康哦，我抓到节奏，奶呀！他都一直用那个陷阱插盒，这很鸡巴。哎呀，他一直用那个延迟点。你是看我键盘按的比较慢，所以你的延迟点比较快，是不是？有了，哎，绝招！有了，他反应怎么那么慢啊？不是，我在你面前铁那个空阵，你应该要按我才对啊！哇靠，我还故意一个空阵，哎呀，我还故意一个空阵，你反应太慢了，你，哎呦，受不了。哎呀，一日旋风脚，你相脚相手会赢吗？看角度啊，脚不会赢的话也会错边啊，不会赢的话也会错边。那个角度，那个时候的角度应该理论上会中的，理论上是会中的哈。好啦，稍微认真一点点哦。必杀认真模式键盘，你还敢动？你还敢动啊？你还敢动啊？你还敢不解摔啊？你还敢中脚？你还敢中脚？你还敢中脚？不敢了，他不敢了，跳了吧，要跳了吧，感觉他会跳，感觉他要跳了，跳杀小摔你，哼，来啦，跳杀，哎呀，我下中手，他会防凹吗？他可能会防凹，我起身速摔好了，干你娘嘞！你退怎么退那么快啊？我知道你要防凹，早知道我下中脚了，干你老师！哎呀，早知道我下中脚了，哎呀，我想说我直接打一个大的，把他后摔进角落，干，我知道他要防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样算我。80%的胜利没问题吧？我刚刚就下中脚打他退康就好了。我刚知道还要防凹了，你看真的，哎呀，我刚刚下中脚的，哎呀，我用键盘手有点卡卡的，
不然你早就死啦。来了，发气功，来了，发气功，卡莉太烂啦，卡莉太烂啦，注点，嗯，我知道你要防哦，怕了吧，怕了吧，原地跳气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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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。我天虎啊，我六六卡了。你以为你这样力回力回得到力回得赢我吗？哎呀，断线了！哎呀，怎么断线了？哎呀，哎呀，看啊，好可惜啊！哎呀，看断线了，不然我刚应该要逆转的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哎呀，可惜可惜，怎么断线了？哎呀，这游戏不行啊，这游戏品质怪怪的。